师傅，我还想问一个，就是那个亡人，就叫林娜。林娜。对。林双木林娜呢？就是娜娜的娜。娜娜是什么呢？女字边旁一个。一个女字一个娜，一个女字一个娜。叫林娜。对。是不是一个年纪大的老婆婆了？走的时候是。不是，师傅是个，就是我跟赌了一个女儿，是六岁时候赌的，所以就生了这个女儿嘛。我看看，啊，很好，现在被一个，怪不得我刚看那个老太太，被个老婆婆现在带着呢，在天上呢。哦。对，她在仙，这个老婆婆像个仙女一样的，就是像人家，像人家就是。像王母娘娘这种年纪的边上的这种一个老道长一个老仙人带着。哦，师傅，那么我给不给他念小房子了？师傅差不多了，你给他念，你要不要让他看你了？我可以叫他来看你的呀。师傅，我不想看，我就想念小房子超度他行了，因为在走的时候哎，师傅不大好，我也不知道当说对不对。那就这样吧，那你就给他念小房子吧，再给他念三十六章。好，师傅，感恩师傅。